请问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吟的诗圣诗483首，这个气人在为你真艰苦，真正是咱人生的描述。人拢会拄着气人在，有时真艰苦，伫遐累积失望，四面看无路。总是有一句话，讲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。人伫遐甲上帝相拄，上帝心思意外平安，带咱行着迄个平安的路，帮助咱度过危机，所以乎咱会当充满感谢的心。所以这首诗歌最后讲：讲主的恩赐，你就算就少；主的恩赐，你兼算会了；主的恩赐，逐项算来记。阮当满心感谢上帝大慈悲。所以，而且我爱咱先来想两个问题：兄弟姊妹，你敢捌算过上帝予你伊身躯顶稳定？咱敢捌算过？第二，咱敢捌为了遮个来感谢上帝？当咱感谢时，咱的心就参上帝那接近。上帝予咱的稳定，真正是实在是算未了。所以我真期待咱每一人，咱有一个参主伫安静中来亲近的时间，特别是透早，还是暗暝的时，静静落来，单独甲主面对面，将上帝予咱的稳定一项一项甲写落，咱就会当养成一种真够感恩的习惯，因为上帝要带予你极大的福气。一早起，我要甲咱对马太福音26章。来看一个主题，叫做为主拍破。而且我要分做三点，甲咱共同来思考。第一，就是咱爱时常会记得上帝予咱的救赎，予咱无限稳定。上帝予咱无限上大稳定是啥物？因信称义。人呾因为信上帝，相信耶稣基督，予上帝称做义人。所以人得救不是靠咱做好事，讲我做偌济好事，是因为你信上帝。上帝白白这稳定赏赐予咱，这是上帝予咱上大的稳定，因信称义。第二，咱来对玛利亚来看，玛利亚伫遮做一个看起来亲像是浪费的奉献。第三，咱来做一个予主得到安慰的奉献。马太福音26章。第六节，耶稣伫伯大尼太过西门的厝，这句话深深抓住我的心。这句话一般人来看，感觉讲，而且作者只不过是交代一个地点，就是耶稣来到伯大尼，一个人叫做西门，耶稣来到因家，这个西门捌生过太过。总是这句太过西门，让我想到这个西门。伊拄着注意前迄种凄惨的人生，咱知影泰国病伫以前犹太人社会是无人接纳。台湾嘛同款，你若到伫台北，伫八里有一个乐山园，伫新生有一个乐生疗养院。根据摩西律法，只要着泰国病人，爱互人赶出去城外，到伊到了城外。参加的拢是泰国病人，因大步病伫遐做伙生活，所以若有人要去遐经过，因必须要大声讲话，话讲阮是无清气的人，阮是无清气的人。而这人无法度来接近因，因为因惊泰国病传染别人。其实咱今仔日照咱医学常识，咱知影泰国病是无传染、未传染别人的。所以我捌去到伫乐生疗养院，啊，参加。捌着过太多病人伫遐握手，这个西门原本是一个太过无盼望的人。伫路加福音17章11节有记载，耶稣伫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，耶稣伫遐医好10个太过病人，伊可能是中间的一个。另外伫马可、路加、甲马太拢有记载，当耶稣出来拄出来传福音的时，耶稣。捌拄着一个泰国病人，甲伊医好。迄个泰国病人甲耶稣讲：“讲你若肯，我就会清气。”所以耶稣可怜伊，伸手摸伊，甲伊讲：“讲我肯，你通清气。”泰国即时拄起，伊就清气。所以这个西门，泰国西门到底是倒一个，咱毋知。
总是咱会当确信的，就是这个西门伫拄着水啊，所以前有一个凄惨的人生。但是因为当咱还未拄着水啊，所进前，咱的心灵嘛是太过的，咱的内面有真侪罪，这个罪欺骗咱，互咱失去自由，无快乐。罪是人无法度解决的一个代志。所以诗篇三十二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讲，讲过是这个下面罪挂这个亚卡梅，只予人福气，亚花无算伊有罪的，伊心无干杂的，只予人福气。事实就是安尼，罪是咱生命中间无法度解决的一个问题。所以人伊即款的情境下面，真正痛苦，总是伫这个中间，耶稣基督临到咱，上帝下面临到咱。予咱会当进入这个泰国西门，当主耶稣亲近伊，迄时伊病得了医好。所以我望咱伫算数主耶稣予咱稳定的时，咱搁一遍会当体会上帝的疼。咱这个原本无清气的人，咱这个罪人是主耶稣来掏放咱来医治咱。那今日上帝来将咱的罪摆伫咱的面前，咱一世人真正是痛苦未了。因为上帝为咱备办了救恩，下罪都是为咱的救主耶稣基督来，予咱盼望，予咱真侪清气的人。所以，这是上帝予咱的恩典。亲像这个泰国西门，本来是无盼望的人生，总是当耶稣基督临到伊的时，伊的性命就改变。John Wimber 是美国布伦教会的开设者。是近代灵魂派教会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牧师。伫信主进前，伊嘛有一个真失败人生。伊甲伊太太常常冤家，后来因分居，所以伊家一个走到伫拉斯维加斯，伫迄个赌城伫遐做律师。生活真艰苦。有一摆，伊家己一个同事分享，伊一个同事甲讲，伊讲你会使去走沙漠。咱附近有真侪大山，无你会使走遐，大声甲上帝嚎叫。有一暗，伊下班了，伊家己一个开车到伫山坡中间，落车，伫遐大声，仰天，伫遐大声讲，讲上帝，你若真正有存在，请你救我。从阮无伫遐流目屎，伫遐忧伤痛悔认罪，上帝面前，上帝听了伊呼求声。奇妙的代志伫遐甲伊发生。伊讲等于到伊离乡时，伊听到伊太太伫电话录音内底有录音，甲伊讲：我阁予你一摆机会，你会使倒来洛杉矶。所以过无几工了，伊收拾伊的行李，转到伫洛杉矶。后来有人带伊参加教会小组，通过小组查考上帝话语，亲近上帝。伊将阮个伊生命即个改变。当耶稣基督进入一人的生命时，人的人生真多无受伤。后来，伊去读神学院，伫三十年传道中间，拢总起诉五百多间无论园教会，影响十五万人的生命。所以，请咱想看卖，是什么改变了伊的生命？是哪一个原本无盼望的人生，会当产生遐尼大影响力？因为耶稣基督进入伊的心。今仔日，咱嘛有真侪通兴奋的代志，通感谢代志伫咱的中间，因为咱原本嘛是一个无清气的人，总是因为上帝为咱预备了救恩，佮切片圣事来建立咱的内面，予咱的生命充满喜乐，予咱会当真做上帝的流落管，所以咱就爱常常会记上帝予咱的救恩来感谢上帝。伫拄只圣经内面。讲这个福音人，因为耶稣基督性命影响伊，所以伊为了要感谢耶稣，伊准备了一罐真贵气的香油来献给耶稣。伊四本福音书内底拢有记载的故事无济，而耶稣受掠、受审判、受钉死，搁我，这个代志四本福音书内底拢有记载，五块饼两尾鱼。的故事嘛，拢有记载。总是四本福音书内底拢有记载真少。总是这个福音人，
这个故事伫四本福音书内底拢有记载。这个腓力人将一罐香油来献给耶稣，而且十三节，最后所特别提起讲，讲我实在甲你讲，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，办这个福音，也要讲起这个腓力人的所作来纪念伊。因为这个腓力人的性命，捌经历过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所以伊为了要到底信耶稣，今仔日伊伫遮所做的奉献，是一个看起来亲像浪费的奉献。现在我要讲称作亲像浪费的奉献，因为这款香油照圣经记载是要用一年的工资才买得到。咱来用今仔日做例，今仔日的基本工资偌济？18,780块，所以一年的薪资是225,360块。所以这款香油呢，用今仔日咱的资本公司来算，是200,000才买得到。伊当时值得30美元，一斤贵重的物件。所以亲像这种油，可能是拢是一滴一滴来滴的。总是伫遮，这个贵人也是将几罐拍破，来倒伫耶稣头壳顶，互伊留落来。是安怎伊要安尼做？因为耶稣的听来感动伊，所以徛伫边仔只温度看了真无欢喜。伊阿讲，讲安尼破安尼破费有啥路用？因为这个油会当卖侪侪银啊，来真济送用人。伫约翰12:5，犹大也讲，讲啥事唔将这罐香油卖银啊，来真济送用人啊？耶稣听这学生的声，耶稣知伊的心意，但讲，讲恁啥事刁难这个妇人，因为伊所行来款待我的是好事。因为常常有受用人跟恁敌对，那是我无常常跟恁敌对。但是因为，当咱感谢时，咱应该调整咱对上帝感恩的态度，对上帝感恩的表现，咱通常拢是用啥？用咱用出的来献给上帝，就是咱未感觉痛的来献给上帝，无论是时间。在财源、在金钱，拢是相款。今仔日，咱对上帝听迄个深切的感受无够了。咱将上好的予世界，存咧予上帝。咱将咱的囝，我有几个囝，头脑上好，才读医生、律师、会计师、工程师，较袂晓学习，咱就献予上帝做牧师嘛，袂歹。我嘛，咱每一个做父母的，爱鼓励咱的细囝奉献的态度。虽然是囡仔，总是对细汉就爱开始培养因正确奉献的态度。这是咱教导因上帝因生命中间的地位。可是到啊，咱个囡仔讲，唔免去教会，可是较要紧。礼拜日睏觉嘛。父母嘛想讲，啊，一礼拜来读书，读很认真，读很入去，啊，礼拜就睏较晚，无去教会无要紧。真济人拢是安尼，教会当只囡仔大汉无来教会时，父母在底下干苦心。上帝要将上好的予咱，总是咱真济时阵，咱家己未晓去领受。上帝要大大赐予咱，总是咱这个态度唔对。咱伫咱的厝内，咱生活顶面常常也是安尼。咱埋怨多，感恩少。玛利亚伫遮的奉献，是予主耶稣娱乐。主耶稣讲，伊是做了一件水的代志，伊所行来款待我是好事。所以，但愿咱每一个人，咱去顺孝上帝，予咱稳定的时，主耶稣骨子变来对咱讲话。主耶稣伫上帝眼中永远无浪费。凡是为了听主的奉献，无一项是浪费的。因为咱的主是配得迄个上好的，咱的主是配得迄个上尊贵的。即使咱伫咱的性命中间会当抓牢这个信仰，咱的人生一定将做无受伤。因为上帝要用咱，上帝要看重咱，上帝要祝福咱。咱看，当真出名的教授卢云教授，伊甲教授的工课辞掉，伊去参加低能儿。
住斗阵，规阵工作。有真侪人听讲，讲叫一个教授去教遮低能儿，毋免收浪费，凊彩派一个老师去就会使啊。当德国神学、哲学、医学博士史怀哲，伊到伫非洲传教时，有真侪德国人甲你讲浪费，非洲黑人毋捌字，生活水准低，无需要一个三个博士学位的人，史怀哲去到伊遐。没有遐优秀的人，都是历史证明，史怀哲去到伊非洲无浪费。伊遐拯救了千千万万非洲人的灵魂甲性命，上帝有缘看重伫非洲遮个低微的非洲人。当早期英国剑桥大学遮个高材生，受上帝疼来感动时，伊到外国去宣教。有一本册叫做《剑桥七杰》，剑桥七杰描写。伫剑桥大学毕业七个上优秀的学生，因拢献身做宣教师，到中国大陆。耶稣甲咱讲，因无浪费，因为上帝疼世间人，上帝嘛疼遮个中国人。台湾嘛同款，咱看百外年前，南部阿克的牧师，东阿国医生，北部马介牧师。伫中部遮，咱看到咱台北医师，也是梅干牧师，这些遮个人，因为疼上帝，因来到伫台湾。因伫英国，伫加拿大，因会当过着迄个真舒、真快活日子，是安怎因爱来到伫台湾遮？伫台湾宣教时，互人拍，互人开水龙，互人破塞，是安怎因爱来做？因为因咧感谢上帝，上帝疼阮，阮应该回馈，阮来感谢上帝。所以为着疼上帝的奉献，永远无浪费；为了救人灵魂做付出的代价，永远无费空空。伫日本嘛同款，伫日本有三个影响日本社会、日本国家教会，互人少年的三个真伟大基督徒，就第一位是。就正十处龙，伊伫少年时，伊认捌耶稣基督，伊凭信心来开拓孤儿院。当时伫遐照顾培养真侪只杰出的孤儿。就正一生留了一句话，伊讲：我为了听主的缘故，愿意吃做一块豆腐。豆腐虽然垃圾，虽然让人看袂起，总是若无豆腐，世界就袂清气。因为听主，我愿意吃做一块豆腐。今仔日有人进入学问，进入事业，进入事业，总是当你的性命愿意献乎主，愿意吃做这个道路时，茫是浪费，因为上帝要通过你来让这个世界更加清气。第二位是三色君平，伊是日本救世军的发起人。伊一生留了一句话，伊讲为了迄个失丧的一个，每一个拢是上帝所疼；为了迄个失丧的一个，我要将我性命献上。第三位是河川弘安，伊进入到贫民窟，伊改变了日本当时的社会。伊讲，你一生留世界，毋是在于你的积蓄，乃是在于你留出偌济；毋是在于你积蓄偌济，乃是你予人偌济。这三人拢是因为接受耶稣基督来改变性命人，因为性命看起来嘛，亲像浪费，总是今仔日因听说日本的思想。有人做少年的人。第三点，咱来做一个予主得到安慰的奉献。当玛利亚将一罐香油倒伫耶稣头壳顶的时，主耶稣讲：“因为伊倒这个油伫我身躯，是备办我的百姓来做，就是准备耶稣基督的死。因为二十六章，咱看耶稣伫遐受掠、受审判，到二十七章，耶稣予人定十字架。”我相信，当耶稣受审判、受鞭打时，在耶稣身躯顶也会当闻到款香油的味，这是耶稣上大的安慰。当这门徒因耶稣受了伫遐四散逃走时，离开耶稣时，当彼得三摆无认主，留在耶稣身躯顶就是迄款香油的香味。
这是玛利亚，玛利亚所身躯顶的疼，就是迄种破碎的疼，然后主得着安慰疼。我感觉，我伫主耶稣面前破碎无够，从迄两处的嘛无够，然后主得着安慰。我相信咱每一人拢有亏欠伫主的面前，因为第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，主耶稣为咱设立圣餐的时，伊伫遐提饼讲。讲这个是我身躯有恁拍破，恁就惊恁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嘛旁杯讲，讲这个杯是新约，是我的血设立的，恁就惊恁来纪念我。而且真清楚看出，玛利亚为耶稣拍破，只不过是一罐香油，总是主耶稣为咱拍破，是伊的身躯，是圣子耶稣基督的性命。所以咱无论献什么。拢袂当甲主耶稣的性命来相比，咱的身躯，这款香油同款，有一日拢会过去，拢会破灭，所以就趁早来献上主，来安慰主的心，唔通为着家己，将咱家己的性命丧失伫这个世界。但愿通过在些信息，信心搁一遍摸着咱的心，把咱会当定心伫主耶稣面前入世。甲主讲，讲主哦，我要为着你的救恩，日日感谢你。我要奉献迄个看起来亲像浪费，总是是疼你的奉献。我愿意破碎家己来安慰你的心。主耶稣讲，为我破破来安慰我的心，咱同心来感谢。我的主，我的上帝，是你为阮来到世界。由阮遮个充满罪恶的人，因为你把阮的罪来得到赦免，主，阮实在是对你感恩无够。阮所奉献伫你面前的，实在是无够影。由主耶稣今仔日通过圣经所讲的话来摸摸阮的心，也接纳阮的回应。阮现在伫你的百姓中间，若有人伫你的面前讲主啊。阮愿意为你献上，由你接纳因，由你接纳因的奉献，使用因的性命，予世界知一个愿意拍破性命的奉献，是要产生何等大的影响力。亲爱的主，阮多谢你，伫阮一生中间，真正是伊的恩典满满。当阮搁一遍回想阮年轻的时，主耶稣伊的恩典，是阮用我都来算了。由于感动阮，阮伫阮要性命时，阮会当专心听你为你来奉献，安尼祈祷，为了所祈祷性命。